民进党现在在做各個巡回的这个败选的检讨哦，啊，郑文灿，郑文灿就是这个桃园市长哦，然后就怪了很多这与会的人说怪兵防疫啦，怪兵疫啦、啊，怪抖音啦。哈，还有包括林志坚啊都点了哈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郑文灿自己问题也很大啊，现在很多人持续发现说桃园有个平镇的棒球场，一九七三年启用哦啊，大概就是五十五十岁了，为什么？ 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，然后二零一七年改建，啊，做了很多，把它重新拉皮，把它做改建，二零二零年完工，花了将近五千万哦、喔。 但启用不到三年，狂漏水。我们来看这个画面哦，相当相当的离谱哦，整个天花板像是下大雨一样哦。你现在看到这个灯下面为什么都大家要滴滴答答的哈？然后草地皮里面全部都是水哦。你看这个不知道还以为是泼水节了哦。整个这个球场里面到处都在滴水。刚刚看到是球场哦，然后这一个是休息室，还有他们的室内的地方都很离谱。所谓的五星市长，五星的政绩哦，又一次的。 但证明他是不堪一击。来看一下，今年四月的时候，他投入了两百一十七万，要处理整个漏水处理工程，六月完工哦、喔，大幅改善，结果现在又来了。就他们市府官员说，哦，因为最近雨太大。 下个下个礼拜哈，他们准备就要开始来动工哦。四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觉得郑文灿这个八年桃园市政府，我感觉很多工程都是漏水工程之前我们看这这个两个这个建筑物啊，还有棒球场，之前在在这个龙潭也是个建筑物也是漏水，还是它的特色就是到处水是漏水，到处漏水。哦、那这個这個然后还这个天花板還掉下来，那更不要更不要说其他一些大大小小工程都被抓出来。那我觉得这个张善政上来之后，我觉得第一件事是什么，就是。 公共工程的抓漏啦，嗯，公共工程抓漏是过去八年哪些盖的新盖的公共工程要去抓漏，那抓漏的地方把它补强起来，而且要追究当时的官员是谁发包，那发包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有没有猫腻在里面？我觉得把这些事情抓住了，我觉得对桃园市民有个交代。那这些的公共程工程的陆陆续续出露出这些败相，也可以看看看得出来，其实郑文灿的这个施政哦。 感觉说放花放烟火，金玉其外，啊，放烟火的多，然后这个这个外表赞誉的多，但是翻开到里面，确实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败絮在里面啊，所以这张三振，我觉得赶快做一件事，就是公共工程的全面抓漏。再来，我觉得第二件事，我觉得最好笑，抖音是干。 <laughs> 抖音到底害了谁啊？他意思是说，抖音上面很多在骂民进党，骂脸书也有啊，要不进脸书啊？IG 也有、啊、，IG 也要不进 IG 啊？嗯、你如果怎么只要骂民进党就进的话，进不完了嘛？你看多，他进过，他进过一家电视台了，进 <laughs> 过一家，所以所以在进个，所以抖音也不算什么。然后抖音里面啊、呃，抖音里面有些有些有趣的内容啦、啊，好笑的内容，嗯、大家看看就算。你怎么进他？啊，进就进公务员。 呃，不能抖音，上班不能抖音，他下班照看，你能进他吗、哦？他们现在研究小朋友也要开始进了，小朋友不能看，然后小红书也要进。我小红书很多是很多那个青少年化妆学那些美容在、哦、看小红书就,、啊、就好玩嘛？那你什么事情只要有一点。 这个反对民进党，你就把它禁起来，那你不就跟北韩一样吗？北韩不是有两个高中生看了韩剧？你小心一点，朝鲜的小编会来骂你哦。<laughs> <對 S 1> 不要每次不好的都北被枪毙嘛？难道我们要变成我们的这个管制这些媒体、新媒体，变成北韩化应该进 YouTube 了，哦哦因为央视央视在 YouTube 上有专专门的。对，哎，应该要哦，央视哎，哦，应该啊。还有一些当当时还有个凤凰在啊，凤凰天凤凰。 不是台北被关站吗？都有啊，有啊，那个 YouTube 也可以看到凤凰啊 y y o u t u b e 也进。YT 中国大陆各个地方台都有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会这个在讲民进党政绩的 y 其实比较多啦。本来就是啊。脸书也很多啊，脸书很多。全部都禁好了吧？讲抖音有关政治的不到百分之一，抖音很少，他就全部都进然后我们开始哪一天教一集大家怎么翻墙？好，因为迟早用得到啊。不，你你只要接 VPN 就全部都收得到了。 台湾又不是北韩，我在酸呐！我在说我们要一天到晚笑对岸，说我们要翻墙。现在还有包括吼你讲到翻墙哦，数位发展部，我们昨天说它是数位私参部了哈。他呃，昨天大家质疑说，你怎么會花了两百一十七亿元，昨结果你去跟外送平台做了一模一样的东西，而且比外送平台更糟，因为外送平台还有外送员哦，他们没和这个耐的平台订单，还没有外送员，那不是更糟糕吗？结果他的不解释还好。 一解释更糟糕，他说没有这个系统根本不是他们打造的，他们只是帮他上架而已。那这个解释不是更糟糕吗？已经觉得花了两百一十七亿，结果你做了一个民间比你还要强的系系统，就你说没有系统不是你写的，你只是帮忙上架，你这解释更烂啦、啊。好，另外一个，而且你烂到一个不是蓝营的人哦，哦，不是司刚，不是国民党的人骂你啊，是民进党的侧翼啊，李伯章骂说你们是。 这个花了几百亿看唐凤吃面线，哦，甚至是哪来的垃色部会吃相难看，当然啦，我当然也有一点怀疑啦，因为数位发展部也会去管理网路啦，所以网路这些车议是不是对他也有一些很不满？然后更糟糕的是，这一套云市集在一百一十年七月就已经开始了，甚至呢，在到了一百一十七年十一月底已经协助了三点七万家，可是这都是经济部做的，结果数发部把它拿来当政绩。 因为这一部分的业绩已经分配到分到书发部底下了，就不是不是唐凤做的啦，从头到尾都不是。但是唐凤把它拿来当正机来讲哦。可可不可以拜托以后书发部要发影片，不要用唐凤当主角了？哦，这個一定要一定要。我们广告之后，<對>啊、我们立刻马上回来。 大家好，我是谢亚洲。拜托，请大家拿出手机，打开 YouTube，搜寻“国民大会”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检查一下、喔，因为听说有些人按这个订阅之后，之后还会跑掉。你检查一下，看订阅还在不在。如果你已经订阅，没有关系。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帮我们拉拉票，请他们也订阅，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托，拜托、喔。